我平时还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十七亿？别的份儿。哎，现在打的表。主要磨磨钱挺钱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啊，这个也好。这种树叶在我们这里叫磨磨叶，就是蒸馒头用的。蒸馒头的时候在下面放几个，蒸出来馒头又香又甜的。回去蒸馒头呀啊！哦，回去蒸个馒头。哇，你好久没吃馒头了，你是自制的吗？这个红柿子要去吃，好几好，哦，黄馍馍一样，有点细就，就是不粘了。起来以后，现在蒸了不到十个，不吃了，你不可吃了，真的。我也这样，我在想，我从来没放过这种车。你不烧的了？加辣，辣椒也不吃。不辣。